觉得我们今天整体来说发挥的还算是不错的，但是我们可能跟对手是第一次交手，也存在一些不熟悉不适应的地方，然后所以中间有一些环节还是打得过于急躁了一些，产生了一些不应该的丢分或者失误吧。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做的可以做的更好的地方，我希望我们能够赢嘛，因为我觉得每一次在这里打都能够进入决赛，然后成绩都比较理想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球馆也是能够带来给我们带来一些好运，所以我们也有这样的信念，明天去争取去冲击这个冠军嘛。我们其实也没有觉得说我们每一次都能够赢球，其实可能从整体的成绩上看，我们最近可能是状态不错，但我们其实每一场比赛其实中间都存在一些很激烈的地方，可能在某一个环节没做好就可能就输掉了这次比赛，所以我们就没有想那么多，也没有觉得我们跟其他的选手有什么区别，我们就只是认真对待每一场球，然后全力以赴打每一场比赛。也是需要一场场打，因为去年确实每一次的拿冠军其实中间也过程都不是那么的轻松，所以也希望今年就是能持续好运，然后在每一场比赛中能发挥我们自己好的一些地方。对，我们也不希望每一年跟每一年去比，对，然后就是今年就是打好每一场比赛，然后等到奥运积分赛开始的时候，希望能够持续一个好的状态，然后包括今年很多大赛，苏迪曼杯、亚运会、世锦赛，我们都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状态去打每一次。因为他们也是之前因为可能伤病休整了一段时间，所以我相信他们这段时间可能有更好的时间休息，然后去解决很多问题，所以这一站比赛他们出来都是状态非常的好，所以我们也需要说去回顾一下我们上一站跟他们，就上一次跟他们打的一些去总结一些就是不好的地方和好的地方，然后再去针对明天的比赛。